风风雨，天晴朗。仲喺度睇唐诗啊？快啲瞓啦，听日仲要参加唐诗欣赏会噶。嗯。妈妈，如果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有时空穿梭机那就好了。什么？我想回去古代体验下那时的情景啊。就算有啊，我都不放心你一个女仔去那么远的地方啦。哎呀，一个女仔又怕什么啫？我可以女扮男装的嘛。穿啲古装嘅，仲嚟咗呢度添，唔通我真系搭咗时空穿梭机？朝辞白帝彩，咦？有人练紧唐诗喎。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两个黄鹂鸣翠柳。一行白鹭上青天，春寒西岭千秋雪，湖泊东吴万里船。请问呢度是唐朝的什么地方啊？唐朝好像未听过，呢度是土坦国啊。弊，搭错机添。咁你哋点解识得念唐诗嘅？乜嘢唐诗啊？我哋念嘅诗是乌东国王子写的。乌东国王子写的？冇可能。乌东国王子追求我哋美丽的公主，佢作咗两首诗送俾公主。公主见到王子的诗才咁出众，所以就应承咗婚事咯。弊，你哋公主可能上当受骗啦。朝辞白帝彩云间是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，题目叫做《早发白帝城》。咁两个黄鹂鸣翠柳呢首呢？这首是唐代大诗人杜甫作的，描写他居住的成都草堂四周的景色，诗题叫做绝句。绝句？嗯，绝句是唐诗的一种题材，分为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，每首四句。不要讨论什么绝句了，快点想办法救公主吧。好，等我去面见公主说明真相。咦，咁啱公主就在那里。出面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照你咁讲，王子欺骗咗本公主。确实如此，怪唔得王子净系话。这两首诗是他作的，但问他这两首诗的妙处，他就一句都讲不到。不如你讲下吧。诗歌无非都是情景两个字，情与景互相融合，就是唐诗的妙处了。有理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轻舟如飞的景象和轻快喜悦的心情融合在一起。讲得好。至于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，春寒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，呢首两个对一行，黄鹂对白鹭，翠柳对青天，千秋雪对万里船，字字句句都对称，几特别喎。呢啲叫做对偶，是唐诗常用嘅一种修辞手法。王子听日仲要嚟九前大婚嘅确实日子。怎样揭穿他呢？公主请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最近我又有新作，不如我念出来给你听下。国破，咪住，我这里来了一个神奇少年，无论哪个作诗，你作了上句，他就知道下句。
真系咁神奇？我唔信。唔信？咁就请你读出新作嘅第一句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咦，我嘅新作你点会知噶？大胆！你竟然夠胆偷睇？使乜偷睇呀？你心入边谂嘅，佢都知道。撞彩啫，听我念出上半首啦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好。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未卜先知，此人十分可疑。感时花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点解呀？一两句说话边讲得清楚呢？呢两句是话因感慨国家破亡，见到美丽的花朵反而流泪，因怨恨离别，听到动听的鸟鸣声都感到心惊啊。点解我作的诗你句句都识解的？答案只有一个。什么答案？就是这些诗不是你作的。不是我？那是哪个？是唐代诗人杜甫作的，诗题是春望，是五言律诗。五言律诗？未听过噃。律诗是唐诗的一种题材，分五言和七言，每首八句。就算诗不是我作的，都跟成亲无关啊。本公主不喜欢不诚实的人。公主想赴月婚？正是。没那么容易，按习俗必须摆下擂台，先比武后比文，贵国赢了才可以。比文？你怕啊？公主荣师愿意上擂台。哼，后朝擂台见啦。咁就有劳公子啦。唔使客气，不过荣师要先去参加个唐诗欣赏会，再翻嚟为公主效劳。快去快回，本公主嘅终生幸福就喺你一人身上啦。嗯。神奇少年，哼，同我杀咗佢。荣师发梦啊？发梦？我唔知啊，我好似咧由好远嘅地方翻翻嚟啊！快啲起身啦，阵间仲要参加唐诗欣赏会噶。唐诗喺当时系可以配乐歌唱嘅，而家我又请荣师自弹自唱王维嘅七言绝句《渭城曲》。呢首诗系王维送友人过阳关西行嗰时作嘅。点解你仲唔瞓啊？有心事啊？
我答应了帮人做一件事，这件事关系到他终身幸福的，但是那个地方很远，我都不知道去不去到。究竟什么事啊？一下子讲不清楚添。快点睡吧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他是什么人？听说是中原来的诗坛怪杰。泳诗公子为什么还没到的？真是急死人了。公主，你那位神奇少年呢？如果他还不来就算输了吧。难道公子失信？公子为人忠厚，一定会来的。我数三下，如果再没人上来就算输。一、二。公主，我来了。在下泳诗，请问高姓大名？在下阿木。阿某，咁熟口面嘅，佢咪系我哋班嘅黄小某。好，俾啲乜嘢由你话事。不如我哋就用唐诗嚟对句，对唔出就算输。好，请出上联。露从今夜白。好。绝是故乡明。好。妙处何在？此系杜甫嘅名句，绝是故乡明，胜在无理有情啊。大漠孤烟直。好啊！好，长河落日圆。好，妙处何在？此系王维嘅名句，胜在写景真切，雄奇壮丽。而家变招，我讲一样嘢，你讲出相应嘅诗句。节日思念亲人。好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好。妙处何在？胜在写出异乡人心中共有的感受，真挚而动人。我再问你，咪住，黄小茂，你唔识得我啦？你系泳诗班长，咪系咯？你帮咗啲坏人啊？我，我乜嘢啊？到我出招啦！海上生明月。天涯共此时，何人所作？这个是宰相张九龄的诗句，望月怀人，妙在情景交融。佩服佩服，在下认输。为我们的英雄干杯。来，干杯。公子，你一定要离开吗？我明天还要上学啊。上学？留在这里读书都可以的。其实我也不舍得公主你的。不如留下，本公主愿意。愿意。如果我是男士，我都愿意。愿意。如果？因为我都是女仔嚟噶，就算女仔都可以在一起噶。但是，唉，我都知道留不住你，这个送给你，记得得闲翻嚟探我啦。嗯，一定记得。是闹钟来的。闹钟来的。泳诗什么事啊？有发梦啊？唉，怪。咦，有条丝巾的。